减肥真的是永恒的一个话题。一说到减肥，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喜的是管得住腿迈得动腿，愁的是不仅管不住嘴还迈不动腿，看到美食就走不动，更何况减肥这件终生事业了。减肥这件事各有各的烦恼，有的人想要丰满的身材，有的人想要显瘦的身材，但是不管你喜欢哪一种身材，胖瘦都可以，首要的就是让身体健康。如何健康的减肥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问题了。为了美丽，管住嘴行动腿，节食吃，各种减肥奥抽脂手术等等，不良减肥方法都不提倡，合理膳食，适度锻炼最完美。一、轮式变体。 A. 平躺在地面上，脚掌紧贴地面，膝盖弯曲，两侧小腿与地面垂直，两手臂向后弯曲伸展，五指张开撑的放置在头部两侧。 B. 腹部收紧，吸气，手肘缓慢挺直，借用全身的力量将身体缓慢向上抬，直指腹部与地面保持平行，保持平衡后左腿缓慢向上抬起，保持呼吸均匀。 C. 保持动作32，画另一侧练习，重复动作5次，二板斜板。 A. 腹部收紧，脊柱挺直，双手往背部向下伸展，五指张开支撑地面，保持身体平衡。 B. 吸气，双手肘缓慢伸直，膝盖勿弯曲，保持挺直状态，身体缓慢向上直，直至整个身体离开地面，脚尖着地，保持身体的平衡。 C. 保持动作32，重复动作5次。 3. 舞蹈变体。 A. 保持竖式站立姿势，身体向右转，左腿保持膝盖挺直，上半身躯干稍微往前倾，右腿往后向上伸直，大腿与地面保持平行，小腿向上弯曲。 B. 腹部收紧，右手臂向后伸直去紧握右脚，左手臂向前伸直，目光平视前方，保持呼吸均匀。 C. 保持动作32，换另一侧练习，重复动作5次。 4. 竖式变体。 A. 保持竖式站立，腹部收紧，脊柱挺直，右膝弯曲，右脚掌紧贴左侧大腿内侧，脚掌缓慢向上移，直至脚掌靠近大腿根部。 B. 保持呼吸均匀，双手向两侧展开，五指张开，左脚掌紧贴地面以保持身体平衡。 C. 保持动作32，换另一侧练习，重复动作5次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